明白。一免费是我你看你如果那个。爱斯基尔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叫这玩将，是一名伏地魔枪法随缘，只会野人。未成年人不要给主播刷礼物啊，等你长大了有钱了再说。哎呦我去，有真人啊。哇天，还是真人。我的妈呀，加油啊。哦哎呀不对呀。忘本子弹没子弹。跑哪去了，跑哪去了，哎呦哎呦。哪里跑啊，打我呀。搁哪呢，大五都是真人啊。我就找找真人我就跑了。你得学习自个的走位啊、哦、你看自个这小走位啪啪的。在哪呢人，哎我刚才看到人了啊，这边。看着那上面还有一个。把这个打死，你得打死，没烟蒂。往哪跳还？绿岛你啊！等他队友来。队友可能从那个口那儿来。对，队友一会儿肯定扶人去。一扶人我就灭了他。呀！我这三二倒。又倒一个。厉害！最后一个了。师兄救我，哎呀我的天哪，哎呀我的天哪，哎呀我的天哪，你露手头打的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全撂。怎么样老铁们，没毛病啊。我是自玩将，有人说我狗，有人说我人，也有人说我是战术大师，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